Are you ready? Everybody, are you ready? Are you ready? Hola, hola. Are you ready? Hola, hola. Are you ready? 那你气块买话都不间断的 combo 数，好不好？来。看到百姓狙击了这么多场，应该知道怎么用八凤王做个正确的通关示范了。哎，我用石头试给你们看哦。不死，不死应该没有用，我记得是没有用，因为他无视那个减伤。怎么会没有轻松打？当然是有啊，那是驾驶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觉得啊，这个又没有怎样，这个那个怎样，驾驶员的问题啊。那我只是要示范给各位看，是什么样情况下会有问题。哦，这是我的一个用意啊，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我的用心良苦啊，知道吗？你说你想要逃，偏偏注定要落脚。寂灭了，爱熄了，剩下空心要不要？春已走，花又落，用心良苦却成空。而我的痛怎么形容？一生爱错放你的手。这样可以了解百姓的用心良苦了，用听的就可以了解到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们的悟性都很高啊。刚刚是忘记开龙哥，其实不是忘记开龙哥，是我不打算干掉他，你懂吗？我怎么知道不想干掉？我已经算六 combo 了，少两 combo， 他天降两 combo 啊，他有加多好哎，他有加多好，我来跟你讲，他有加多好，所以我建议还是在前一关慢慢把他弄起来比较实际。你要做你的七大神，刚刚那个唱歌就是一个了。好，五连珠哦，我们加快速度哈、哦。啊不，今天你们在被干被搞归你哈。每次都要试这些队伍给大家看，真的是啥？是要花一点点时间的哈。对啊，啊，如果对你懂的，下面那个有没有哈？那个 Twitch 下面有没有有一个那个我要抖捏那个地方有没有看到？对，那个可以增加石头量，你懂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啊，还没储哦，好了，有空再去储了，好不好？对啊，我们石头会用在这个哈，这个对，就是抽卡的部分啊，对不对？还是说对示范的部分啊，对对对对，因为你知道这个月吃泡面，对，下个月我看看会不会还对。啊，不过那个抽卡目前应该可能没办法了，对。好、哦，这边就慢慢撸过去就好了。没强化加发梦的吸力增加一加天降，没错。那个 STY456456， 你讲到重点了，他把重点全部一次讲完了。没有强化扶持，好、哦，发梦的吸力还没到，而且还给我天降，你妈妈的，全部一次到齐。我说干能够这么巧，真是啊不容易哈。我刚刚看你看得好啊哈。哦，请记得要减伤哦，哈！请记得要减伤哈。抖内有泡面可以，有啊有啊，那个不知道谁抖泡面给我，我那个也是蛮好奇的，对，就是我们观众也是蛮有心的啦，真的真的，我必须讲，真的蛮有心的。其实收到泡面有点感动，对我讲真的，我是发自内心的感动，嗯哼嗯哼，无法形容，虽然说有点有趣啦，不过重点还是感动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到底是谁啊？到底是谁送的？你不用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想认识你一下。对，但是你不能乱冒充啊！你要告诉我你送的泡面是什么、啊？
抖那100克水饺不行，水饺可能寄过来，他不能放。哎呀，好，应该是可以了哈。拼图盾线嘛哈，直接弄它。哦，当然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有懂你的大大，我会希望能够加进你进来我另外的群组，就是那里面你可以跟我聊天，跟我问一些我的问题之类的。对，除了私人的问题以外啦，包含寄泡面的那一位，对对对。因为我觉得有些群组是要开给这些支持百姓长久以来的人啊，其实我会喜欢跟你们互动。而且这么多年都是你们在支持我的，所以我会觉得这种感觉是要延续下去的。这次真的不是你哦，这次真的不是你，对，我不知道这是谁。光的给他进去好了。OK， 专门抖那个群组啊，就是应该算是可以算是干爹干妈群，好不好？我把这个这样取名字有没有比较好一点？一二三四五六，先补个血好不好？哦，这波就不打算攻击了，因为六颗了。不要水珠哦，那就掉，那就掉，那就碎啊，那就碎啊。那唔叫水亏对不？亏。要一起开，应该是这样才对。两个都 CD 八。应该是要开两个才对，这个不要笑哦。斗内十八禁洋芋片欢迎，其实对那个洋芋片应该也不错，我想应该直接弄走它就好了。我认为是这样啊，我认为配镜应该是这样配的，这样配比较安全。等一下哦。回龙科，指定一只，右边那一只，这样应该比较稳。我认为这样应该比较稳。看好哦，目标全消哈。啊，打公完的谁落死一个？对吧？所以对，千万不要讲，讲了就会落死。几个搞龙龟，
比较好奇寄泡面给百姓是谁？为什么百姓不知道是谁？不会显示谁寄？废话，当然会显示谁寄的。靠，我怎么可能在这边讲他名字啊？吼！哎，那个张小明先生，谢谢你寄的泡面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们要基于保护当事人的原则，我只是要知道他昵称而已，懂吗？怎么可能不知道是谁嘞？我当然知道你本名是谁啊。应该是这样哦。不对，这不是在这边，这应该是在这边。好，我想要把那个按住撸过去，就这样好了。是在出事？不会啦，就是泡面而已。那个豆封装了，怎么可能？又不是下毒要弄死我，没那么狠吧？伤害好像还太大哎，我们轻轻的，但是要不能太小力，这个掌握力道的难度在这里，又要轻轻的，又要不能太小力，是杀小，轻轻的一个吻，也会带。表我的心，深深的寄。哎，我是开玩笑的，不要真的一直寄过来。那时候是开玩笑的，因为我们观众有点认真哦。应该我是觉得是好意啊。对了，他可能有点半开玩笑的性质是也有，因为一个泡面其实也还好。应该是没戏吧？龙只有一半，贝贝75。对啊，贝贝不一样，贝贝是那个要花钱抽的，贝贝当然比较好啊。我是要贝贝啦，我龙的话我觉得还好。哎、欸，不过为什么叫他龙啊？他不是海盗吗？哦，你是讲另外一只龙吧？这次会有七下死因，不知道，我刚才没死七次吧？看好叠珠哦，看到没有？注意看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？双重叠珠哦，看到吗？没看到，好，再看一次。暗珠再来是新珠哦，而且叠珠是叠出一个习惯哦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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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敌属伤剩10%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剩下光珠就好。因为其他的攻击珠我的那个伤害不多，这时候我就要运用这个关卡的特性哦，来做一个除技的动作哦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哦，流星珠哦，流星珠呢？他是2连击耶。就是那种，我想问一下，低血高连击可不可以同意一下？就是有那个一开始一连击，有一个一开始二连击，可不可以把那个技能说明写清楚一点？他没写啊，对吧？生命力越低，连击次数越多，他没讲说一开始就二连击啊，可不可以注记一下？我可以建议一下吗 ？OK， 开。
靠北啊，这个开了我头疼啊，我幕没当开呢，因为幕戏太长了，现在开了可能等下来不及。好，这边我们就先做强化哦。刚刚观众有提醒到这个部分，我们就这边就先做强化。我龙科阿北喝，哎、欸，我新珠嘞，靠北啊！看这厨技 ，Jacknet， 你的思想啊？你想啥？你想啥？你点了球去跟一边去？啊，你不可以哦，光珠啦，光珠断开锁链，光珠哦，亏，六 combo， 光珠。我们掌握刘康博的诀窍，除非你这么晒，每次都跟你天降，不然应该是不会怎么样。但是我刚真的是蛮晒的。好，刘康博，哎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安尼对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就是一二三四五六的意思，漂亮。看到没有？哎，我觉得这回应该是要七康博了，啊，不可能四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 combo， 六 combo， 二，哦哦啊！我没啊啊啊啊啊啊啊！来不及了啊啊啊啊！应该没戏吧 ？Oh my god！吓死我！一，我刚手在那边，可是我无法移动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一二三四五，还有五阿宝，二四五，哎，还是六 combo 是怎样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你可以够带了，没关系。多少血？200多万 ，OK 啊。我们来个，我看一下啊，应该是什么乌嘞？不要乌哎，乌了可能会死哎、欸，可我缺光珠哎、欸、，combo 数弄上去就好了，一 combo。两 combo， 得把他送走哈、哦。这边做一点叠珠哈、哦，干什么？一点明明就很大一点。叮铃，嘟噜，叮铃，亏，这招叫做亏 ，Holy C， 亏 Holy 爽快，亏 Holy GG， 亏 Holy GG， 我不爱 GG， 我唔知你出啥机，来啊来啊来，准备哦 ，Are you ready？ Everybody， Are you ready？ Are you ready？ Hola hola。Are you ready? Hola, hola. Are you ready? 那你气块买花都不间断的 combo 数，好不好？来，漏掉一颗哈，两颗哦，三颗哦，好四颗哦，好五颗哈。哎、哦，还、欸、是故意漏掉，反正都漏掉，都爱有节目效果，你知啊？都故意爱是漏，你知啊？顶白的故意漏啊，安怎啊？欧啦 ，K， 哦，反正都无，就直接漏啊，无变安怎？
都漏掉一颗，你把半空给它放生啊，看。你只该八凤和龙科就过，你不要卡扎空。强化珠哦，有啊，强化珠一颗就可以了，有一颗就可以了，你懂吗？有一颗就可以了，这是一个技巧，这也是一个技巧。有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好多人就叫做强化珠呢，有啦，我只要做一颗就可以了，八凤亏了一颗就可以了。哎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氛围了。哎，你们攻每次只要说不漏，反而更容易漏。一 combo 停，八个波，六，再一个，欧拉，有道，有道。